家好，是天恩传媒主播小米粒，然后喜欢的宝宝记得点赞评论转发，接下来给大家录一首别的小朋友都回家了。别的小朋友都回家了，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？现在的我很乖，我把好吃的好玩的都给你好不好呀？看着别的小朋友都已经接回家了，而你不会忧愁，丢了眼都忘记家了。我在路边蹲着等你，真的变乖巧了。你是不是又丢下我跟着别人跑了？我把所有好吃的我全部留给你了，而你现在还不来接我，只剩下我自己了。我把所有好玩的都打包装在一起了，现在就等你来接我，递到你手里了。你赶紧来接我回家吧，我会把我所有好吃的好玩的都给你，我想要的很简单，只要你能来接我回家就好。我可以改掉我所有的坏脾气，改掉我的无理取闹，只要你能来接我就好。大哥哥，你记不记得我们拉高高的？你说等我慢慢长大，你会把我收的。你还不赶快回来，这次我认输了。身边好像都是坏人，我快要气哭了。我比别的小朋友都长得可爱多了，而你现在还没出现，我快要虚脱了。可是现在你在哪儿啊？怎么不来接我了？别的小朋友都走了，你不要再躲了。如果你还不出现，那我是会生气的。你是应该知道我的，我是会咬你的。你说我是最美仙女，不会不爱我的。你说我想发脾气了就能对你发火的。你说我是你的澳洲公主，你是最喜欢的。你说等我慢慢长到以后做你小心肝的。其实大哥哥你很帅，真的像冒堂堂。你说等我长大以后娶我做你新娘。